那我们来颁发第五名哦。恭喜241号蔡宇伦，恭喜，请往前接受表扬。好，那我们来颁发第四名。恭喜10号段瑞恩，恭喜。好，那我们来到舞台的右手边，好，右边。好，那我们来颁第三名。第三名，恭喜239号陈立伟。恭喜定位。好，接下来是冠亚军，我们请往前一些些。哇，好紧张哦！大家觉得冠军是谁啊？你们觉得冠军是谁？Thank you.